知音是能看穿并分享自己情绪与思路的人或物，对我们来说，吉他就是最好的知音。透过弹奏吉他，承载忧伤，疏解愁绪，吉他陪伴我们度过大大小小的事，表现我们最深沉的情感，抚平我们波涛汹涌的情绪，寻觅在纷乱中得来不易的平静。让我们欢迎王崇勋和毛学涵带来的《月光二重奏》。